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今天清晨7:05，玉山下雪了。我们从画面上看，玉山气象站外是一片白茫茫，地上覆盖了一层白雪，变成了银白世界。虽然已经三月春天了，不过这一回要因为封面通过台湾，带来很充沛的水汽，再加上低温配合，清晨玉山来到了-1.5°，就在早上的7:05下雪了。而目前降雪都还在持续当中。